坏。上面的话先写竖画，再写横，自己的横向右，凸一点头。这个笔画写完之后，再写这个撇，上面宽，下面窄，向中间斜的。这也是上宽下窄，宽度不要超过上面这部分。竖画要短一点，横着勾向左边探出去，然后向右上方斜行笔，到这个地方动完之后向左下方，勾上去，向右不要太长，注意这要粗，并且向左下方斜的，我们容易把这个写特别高。不要太高，中间这个竖画要垂直，要细，向左带压下去，提向上，再写了个点，写的饱满，靠上一点，这样的话粗细高低变化，横跨间距也会相等。这个向左探出去，使这个字更加稳定。Thank you.